我后边基本上我已经连不起来了，下坡我也得跑不了，我只能走后边还有50公里左右吧。 啊，就这么。好了，行了。我到那之后，让人家就是帮我缠了几圈，缠了几圈那个沙袋。当时我到那的时候，我就想退赛了，因为我是前面就是本来我是能搞到前三的，在那段。 专门一直给我拍的，我说就这样就放下，有点挺对不住这些朋友们，还有你们这些人的。好，完了是吧？好。 前进速度有点不可思议。 右转。右转。
上断了，你就是现在没法使了，因为那边有点特别的陡，是吧？行，走了，我跟你走一下。还是爬山大的，这怎么还不跑？哎、第一个随便爬不好了，不好跑。下一个，刚刚吃完就那么跑，对胃不好。过去了四个人，没事没事，前面这你那衣服又跑一个挡水吗？没关系，一会儿去加油、没问题，我没问题，我现在啥事没有、前面第一名是谁啊？这是水，帮我灌一下。那是三十，帮我灌水。那这个是那个，这运动饮料帮我灌一下。你用那个坑。
点像。两分钟，前面一个。曹鹏飞，干嘛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把我跟他后边带了他一会儿。曹鹏飞在哪？啊？曹鹏飞在前面呢。在前面呢。嗯，这么地方啊。嗯。右边是吧？对，他说是右边。那我走了。走吧，走走走。这个水，然后再帮我给灌一半，灌一半这个水，灌一下，谢谢。出站了是吧？拜拜，加油！下一个11公里哈，就到11公里，11.8。稍等一下，给你打个卡，就到那个转站是吧？九寨平。A00001是吧？对对，我是第一个哈，对，可以的。OK， 下一个花多少钱？有化妆吗？有。你们跑后面去了？哎，后面十几米。过来一点啊。C107。好嘞。C107是吧？不是 C107 呀。107哦。扫一下，换马步。OK 了，可以了。时间。往左走。走。好了，困了，眼皮睁不开。是吧？嗯。先进站再说。不行啊，跑不了一跑。跑哪行吗？太困了。眼皮睁不开了。在这也能歇会儿。来睡觉吗？能睡。但是你这衣服也不行啊，你去化妆点吧。下一个化妆点11公里。
加油。站的时候，我刚出去一会儿，我就把他们全超过来，三个人是吧？后边那几个人我一直没追上，到我出里的时候，我跑错路了，然后全部跟着路，我直接往上跑了，往前跑了三段，跑出去得跑错最少耽误十来分钟，是吧？然后再回来的时候，已经过去两三个人了。后来我李佳佳呢？灌水，睡觉呢，在屋里，是吧？一觉。他还跑吗？这个挂什么？这个挂什么？他等你呢啊，这个挂啥？绷带挂这个地方吗？拿绷带给我这绑一下，给我这来我给你绑。他等你呢，他一会儿等你来叫他，让他睡吧。我本来我哎我们摄影师呢，我当时我想退散的，我也想，我觉得我对不住你们的。别你自己你看你自己绷带这儿给我绑一下。我右边左边这不用管，这儿没有，你右给我绑右边去，左边不用管。那是一个土路嘛，对，是一直往前跑就是土路，我往前跑过去了，跑过去，然后其实他应该往右拐，那个我看的不是特别明显。他要是有个叉就好了，要不你坐那儿看。不，你就站着给我绑成这儿，然后给我绑死点。我刚才摔的时候摔到膝盖这儿了。在哪摔的？就是在50公里那跑错之后回来的时候，那不是下坡那挺泥泞的嘛，然后往下追前面那个人的时候，一下从上面就摔下去了。这勒几下，主要是勒这个位置。行了，行，对这儿。我现在下坡已经有点不灵了，刹不住了。不是，下坡那个地方会疼一些。顺行度怎么样？23:11。那就是我前面那个，我还有戏追上吗？有，前面有一个腿也废了的。那估计我能这样。第4名、第5名，你基本上都能超。拿下卡。OK 了，可以了。左边，左边是吧？那都不是这儿啊。那几个人都是我超过他们的，然后后来我跑错了，全跑过前面。我就吃几个这个，我就是张烈啊。对，你好。你怎么跑到这个前面了？前面一开始跑错了一点，后来 CB2 到 CB3 跑错了， CB2 到 CB3 跑错了，一来一回差不多2公里，后来为了追人下坡，然后摔了一下。哦，你也摔了？嗯，厉害吗？我到这儿我就那什么了，我就直接退散了，我后边不跑了，我现在基本上跑不了了，我右边这儿摔了。你在这儿退散？对啊，这不是换装点吗？啊，这后边还有50多公里是吧？对，一半。我现在只能走了，我现在跑都跑不了。退赛来了，过来一个。然后后来走了一个点，就发现就是慢慢的，越来越慢，就不行了，根本就跑不起来了。后来就是到了 CP 四到五，四就是 CP5 的时候，那个到那个时候，我就想明白了，反正是虽然这次比赛，比较大吧，但是我后边如果我要走的话，我也能走完，但是我这估计走完之后，我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，就是伤可能会加重，所以没必要去。然后我慎重考虑一下，我就想，就是没必要再往前走了，我就直接退了。我之前的时候，我是基本上只要我不受伤，我能跑。皮肉伤什么，其实对于我来说，那都不是伤。只要是不是那些就是韧带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伤，只要能让我正常的跑起来，
我都会继续参加比赛，直到完赛。跑错路其实也也无所谓，我可以再追回来，就是慢慢的再赶回去，只要不受伤。主要这次还是因为摔那一下影响比较大。就摔那一下，然后膝盖这儿，然后下坡也不能跑了，然后就是这块儿，如果是我要是跑个什么1公里2公里，跑一公里都跑不了。它是因为我是一个节奏一直跑吧，跑一会儿的话，它这就不行了，就它就会有一种那种疼的感觉。其实你要是去比赛呢，就是要，放平自己的心态，就是。跟自己比就不要跟其他选手比了。